网红又变心，脏脏包过后封这个。从中国网红界红到台湾的脏脏包，脏脏风潮已经延烧到汉堡、像猪排、冰火菠萝包等，脏脏风潮不断。不过现在中国网红更疯的是这个。俗称奶盖蛋糕，最近基隆也有店家推出，现场试吃排队热络，看起来接受度还不错。然后里面还有就是海盐的味道，还就是不会太抢走，就是整个奶油的口感，真的很浓。还有人一次买了6组12个，因为刚刚试吃还蛮好吃的，很清爽。记者实际试吃，感觉像是传统的海绵蛋糕体，只是多了鲜奶油和卡士达打成的奶酱，微甜带咸，味道是不错。不过价格稍微偏高，至于是不是会像脏脏包那么红，就有待观察了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100元7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。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